准备好了。啊，他不会开矿了吧，兄弟们？何止是要我去哪儿啊？啥？要我做啥？哇，这里加二，我这班现在前期已经加了七点之力了，其实。哦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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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我去哪儿？我准备好了。你来迟一步。要我宰谁？不把他分矿给练了，他真的开矿嘞。有何要求？可以啊。我就做五个猎头够了，我不出猎头了。只是行，要我做啥？我准备好了，要我做什么？漂亮的计划。要我宰谁？你要我做啥？准备好了。明白了。需要我们做什么？要我做什么事？有何要求？要我去哪儿？有何指示？要我做啥？你要我宰谁？只是为了先死。你想干嘛？现在牛头带着大祭去。现在他不让他看到我这个英雄，我把这个方面看能不能抽掉啊？我准备好了。如果牛头人这个英雄前期能压到两个方面的一个眼睛的话，等到后面跑架，简直就是如虎添翼了。先祖荣耀指引我，大王，啥事儿做不了？你想干嘛？要我做什么？我准备好了。要我宰谁？要干嘛？有何要求？那你给我再往下面去，兄弟。防五，好东西，非常的好。行，漂亮的计划。要我去哪儿？我准备好了。你想干嘛？我只是有何要求？要我做什么？你别把坏消息给我这关。又是加智力书，我的天哪！我加了多少点智力？我加了多少点智力啊，兄弟们？我做什么？那我加了很多点智力就对了。漂亮的计划。他开的是这边的。做什么？好的，酋长。为了先祖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非常有何要求？我把他基地给踢了。嗯。这么多水水人，为了不足，我定了，定了。好的，酋长。啥事儿交给我了。水晶还有一会儿，准备好也快了。要我做什么？你想干嘛？何止是，行，漂亮的计划。嗯，都给都给。好，水晶好了。你靠这个反杀啊，就能把他给反死。我还来搜过他的经验值。我准备好了。经验值，哎，靠，早上不回城了。我们做啥？有何指示？有何指示？我回不回城都是我赚。何要求？那已经很赚。做什么？好的，酋长，干嘛？我看了那么多残血的步兵，想干嘛？你换成谁都会心痒痒的，过来一发波能波死五个了，结果被地洞给弹死了，弹死我没经验了。要我做啥？为了先大王有何指示？把我这给练了，我靠！计划，行，我我靠，把我这给练了，哦，练好的，大海龟了。你想干嘛？没关系，他现在我有叫我去哪儿？他两边矿太弄不出什么鬼花出来。要我做什么？何止是？你要我做啥？要求要我做什么？我准备好了，要我做什么？为了先研究完自己了，人家挺高的，买了个单船，隐身放下暴风雪嘛。大步，所不何止是？搞定了，酋长，漂亮的计划，我准备好了。行，有何要求？行，有何要求？干嘛？要我做什么？直接过去给压力。大面狼骑接着出。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有何指示？我准备好了。你想干嘛？嗯，我准备好了。搞定了。好的，酋长。我们的基地被攻击了，交给我了。你想干嘛？有何要求？你要我做啥？有何指示？要我做什么？为了先祖，漂亮的计划。骑兵出动。何指示？酋长。要我做。哎，隐身在哪？隐着呢。啥事？需要我们做啥？有何要求？要我去哪儿？要我做什么？要我宰谁？漂亮的计划。行，为了先祖，休想过我这关。隐身有点讨厌，不过他没有回城。研究完成，我买个本，好像是我好像可以把他给杀掉啊，怎么着？啊，对他有一本回城，那算了，杀不了。要
要我做什么？要我宰谁？我准备好了。要我做什么？要我做什么？我的弟弟被孤立了。道处长，嗯，你想干嘛？你是整斗篷，太恶心了！你整斗篷。不过没关系，下一波太就不行了。非常队长有何要求？为了部族，为了先祖，你要我宰谁？有何指示？啥？要我做什么？这位兄弟，法力大，来！要我去哪儿？有何要求？休想过我这关！荣耀指引，来来来啊！不要急。你想干嘛？做什么？要我宰谁？我准备好了。要我去哪儿？别把坏家伙惹了。要我做什么指示？啥事？我们遭到了攻击。啥事？有何指示？要我做啥？他死者。要我做什么？我们的基地被攻击了。来啊！你想干嘛？下波暴风雪，继续啊！我准备好了。道处长，道处长何要求？漂亮的计划，下令荣耀指引我们遭到了攻击，休想过我这关。嗯，有何要求？要我做什么？哎呀，我应该等到急了。做什么？我准备。再不把基地给拆了。什么？要我做什么？下令别了。还好。何要求？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是处长，有何指示？应该等那个。王吉拉把 CD 好了以后，再回城来。要我去哪儿？要我做？我不影响。我已经看五级了，先练个五级啊，练个五级把他给疼死。要我去哪儿？要我做什么？要我做什么？王骑兵出了什么事？处长，我们遭到了攻击。要我做何用？再不，三本基地要没了啊！有矿，我让你好好爽一爽。需要我们做啥？嗯，忙啊忙，处长何指示？大蓝瓶，哎呀，是这个玩意儿，也不错吧？酋长，漂亮的计划，要准备好了。要我做什么？要我做什么？有何指示？有何要求？要我做什么？我准备好了。有何指示？行，到酋长。要我去哪儿？有何要求？下令我来来来。好了。啥事？让他好好爽一爽，要不？要我做什么？要我做啥？我准备好了。有何要求？谁？我们的基地被攻击了。你想干嘛？高低高低，啥事？忙啊忙！你想干嘛？你这斗篷是真讨厌，兄弟。是。要我去做什么？你要我宰谁？你要我做啥？我准备好了。需要我们做啥？要我做什么？有何指示？要我做什么？要我做啥？处长，有何要求？要我去哪儿？做什么？有何指示？要准备好了。有何要求？这隐藏方式真讨厌。不想过我这关。好的。要我做啥？为了先祖。要我做什么？有何要求？荣耀指引我。到我长辈。这个隐藏方式真讨厌啊！真讨厌。我做什么？漂亮。要我做什么？有何指示？好的，酋长，我的基地被攻击了。好了，有何要求？要我不回来是吧？三门基地给拆了。何指示？为了先祖，为了先祖。哦，好的，别走，别走。有何要求？为了部族。哇，也太解压了。你要我宰谁？要我做什么？你个内鬼！你别急、啊，行，为了先祖下令吧，我准备好了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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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多骑士，你这点挺吓人的。下令吧，为了部族，有何指示？要我做什么？要我做什么？我快六级了。没问题。要我做什么？需要我们做啥？到处长，我准备好了。下令吧。六级，打死我！来来来，绝不绝吧？有何要求？出动！要我做什么？没问题。嗯，非常愿意。我只是，我们遭到了攻击。啥事？下令吧。我准备好了，漂亮的骑兵出动！来来，不着急，哎，不着急。嗯，有何要求？行，
别抽我，别抽我！漂亮的计划。哎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啊，还能再放一发波呢。为了先祖，好大酋长。哎，漂亮的计划。行，为了先祖。走。行，到酋长，出发。什么是快了？什么？热。漂亮的计划。就是快。你想干嘛？有何要求？要我做什么？有何指示？要买点什么？下令吧。要我做什么？我准备好了。有何指示？